童年记忆中有毛的白虎勇士，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一辆没毛的跑车。随着变形金刚 G1 后传野兽战争的播出，那些由动物变成机器人的形象瞬间出圈。不过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最开始的样子，毕竟他们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地球环境才扫描的各种动物。那么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那位自然的守护者白虎勇士的初始形态。在 BotCon 2016漫画中给出了白虎勇士的赛博坦形象以及初始名称 Unit 2， 翻译过来也就是第二单元，同时也说明了他和平执法官的身份。想必大家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经常被白虎和飞剑撒狗粮，其实人家的原始设定就已经是小两口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飞剑，所以也就多买了几个。这款白虎是采用的合体战争模具改模换色，不过由于是全球限定的原因，所以现在价格非常贵，因此这种玩具就不能按照分件量和设计好不好来衡量性价比了。配件方面附带了一个小刀和一个又可以当手又可以当脚的合体配件，还有这个用劣质袋子包装的说明书和人物卡。下面就来看看这款赛星白虎的变形结构吧，虽然这垃圾模具也没啥好看的。看到这里你肯定会说，这东西也太一般了，全身都是头胶，而且脑袋还只有一半。是的，我也是这样感觉，但是并不影响我依旧喜欢这个东西，毕竟小众玩家不被大众理解这种事情很正常，也不用站在性价比方面做对比，毕竟这种东西也不是作为日常消遣的玩具，所以大家看个乐子就行了。好了，这款白虎勇士的初始形态就讲到这里了，如果有朋友想看飞剑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